你要黏住什么？哦，人家小瓜剪的这个光头好帅啊，超帅的。有没有像那个灌篮高手？像灌篮高手。新野去剪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！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有人说小瓜剪这样，小瓜要戴工程帽，工程师。对啊，你是小乖工程师。后面有小咪，小咪工程师。我说要不要吃糖果？你是依依工程师。一朵。戴帽帽。哇，戴帽帽。威霆要不要吃糖果？一个给你吃。你请一个哥给你一个吃。我。我没了。我没事。还好你先拿了。掉哪里去了？我。看来拿不到了。那边。来，阿伯说在下面那里。我看到。嘟嘟好吧。嘟嘟。哦，有找到吗？哇，那个赶快给小叔吃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刚粉压起来小乖，你看这里有糖果，嗯，一德德这里有糖果，那个乖乖有吃一个，是酸酸的，啊，怎么吃的就咳嗽了，啊，你喜欢酸酸吗？